各位朋友大家好，然后今天继续来跟大家介绍那个市面的那个常温即食调理牛肉面调理包，也就是那个软罐头啊。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支那个蒸蒙牛面铺，蒸蒙牛面铺的红烧牛肉面。然后这一支2019它还2019台北牛肉面节优选，优选哦，那刚里面还附一包辣油，我刚没有看到，我加下去了。那这一碗实际售价多少我有点忘记了，等一下那个打字幕的时候我会补充。然后100多块的样子，记得好像100多块。那它就是也很简单啊，就是一包汤，然后一包面，还有个辣油，那煮起来就是这样标准的一碗。那基本上这个分量以我的食量来讲的话是会饱，刚刚好。那首先来看他们的那个牛肉，那牛肉目前我看到是他用的应该是用那个牛腩，这很简单，就是有这个筋牛腩。那肉质的话就罐头嘛，肉质就不要太要求它。然后喝一口汤，他们家的汤算是比较浓郁的，然后刚辣油加下去就会带点小辣，然后带点面条。他们家这面条煮的比之前那个大厨在家好煮，那面条口感不错，蛮有 Q 度的，它煮起来分量也不再少。那整体而言，除了那个肉有些肉吃起来比较柴之外啊，这一碗算蛮好吃的。但看这个就是热条，还不错啊。然后今天的那个面就介绍到这边，那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哈，然后美食情报不漏接。那今天的影片都先拍到这边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